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。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证明，然后把这个东西稍微改写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我们并不需要，我们应该需要 A。然后，这个更新可以放在一起，然后这个 update 可能需要新开一个函数。OK，我已经把它这个改完了。我们现在改完的结果呢，我们需要这么多个变量，比如说 a、p，然后 b、q，然后还有 u 和 v。然后 p 呢，本质上是存那个 a 和 b 的成绩，q 是存那个对应的更新，然后 u 是两个 low rank federation，然后你有一些整数在这里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初始化函数，这是我们的更新函数，我们还写了一些注释。这是我们的 query 函数，应该就一行，你在那个 n 方的矩阵里面选一列，再加上这两个这些 low rank 的相乘，然后应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 restart 函数，你的 q 要加一，然后你的小 k 要清零，然后你要算出来你要更新的那个 q 矩阵长什么样。然后再把这个 q 呢和 p 拼起来，然后再把那个 u 和 v 清零。然后最后呢，这是一个 main 函数，我们调了一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这个函数。OK，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算法的三个的一些函数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一些东西。这个东西需要删掉。这个数据结构呢就写完了，可以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的 runtime 正出来啊。如果正不出来再说吧。我也可能哪里写了一些 bug。反正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只适用于跟那个白老师说相声的学生。拜拜。